这个球其实投得不错嘞，但主审并不喜欢。比赛的过程，主审说了就算。对。所以，我们始终在跟投手、跟捕手讲，还有打者，就是要赶快适应。但我们也期待主审裁判的好球带哦，不是飘来飘去了，很固定，固定的，那投手跟打者都能够很快去了解。那这个四外球保送呢，是黄子鹏呢这场比赛呢所投出来的第一个四死球，同时也让现在和库的进攻的几成的满垒了。和教练蔡雄光上来喊了一个暂停，因为这一局其实和库是有机会逆转。那目前在联盟哦，这个最会逆转对方的球队，当然就是首属和库队啊。哇，这就可怕了，就对和库队的比赛了哦，任何一个球队都一样。从第一局到第九局，我都战战兢兢。